部分现在美国要炸了，你们有没有防御的措施？我想保二绝对是加强反恐反渗透的这个训练，那我们对种子教官的训练绝对会更积极的来往前推动。不，我问题你没有回答，美国要炸你有没有？你没有防护网来反对，来防护美国炸你？我想不要，我想委员也不用知道，这是某一个美国一个人的一个发言吗？美国已经讲了，我们炸台积电呢？不需要把它扩大到是美国的政见政策。啊，美国的政策，美国不需要把它扩大到这样，没有扩大，沟通啊！我想各种论述，社会都可以有阴影了。好不好？请问，我们派谁？我有问题来问我。这个请食药署，请那个卫福部的市长。跟农委会还有交通部来一起，有时间到。好，交通部、农委会。好，委员好。先请教交通部的长官了哈。我们讲国机国造、潜舰国造、国车国造，是不是我们政策？是不是国车国造？有关那个轨道的的车辆是。轨道车厢算不算？算。可车厢啊，看了一下，现在轻轨车辆国造只有23%呢，只有23%。我们是不是要推广车厢？没什么大技术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你说机电，看复杂，买日本的、法国的，大家认了。车上有什么技术啊？鼓励国造，同意吧。我跟委员报告一下，现在有关那刚才委员特别讲到那个捷运的车厢啊，像安坑的轻轨啊，现在国造的这个程度已经到达42%了。42%，能不能再提高？已经比刚才委员提到讲的24%已经提高到2%，几乎可以再提高。我们可以再来努力看看。什么时候可以到100%？基隆捷运希望到50%以上，100%还没有实现。100%可能是一个比较的目标了哦。我们原则上在希望到基隆捷运的时候，看能不能超过50%。好，你们请问啊，最后一个小问。